多机会的这么一个赛季。对，夏季联赛其实也是展现的机会。那么教练呢，教练组呢会有多更多的选择。漂亮，沙拉莫一个三分。我们看对方失误降低命中率，包括翟小川啊，这个内线的高度，我们在保证前后场的篮板，局面就好多了。空切好球，再来想隔扣，差一点周琦。阿楚拉三分没有，篮板球，我们有反超的机会。场边席上有一位大哥，应该是已经是郭艾伦铁粉了。郭艾伦每还是帅加持球人，给到内线，周琦传出来，阿布杜，好球，漂亮！阿布杜，好球，又漂亮，二加一，关键的两分啊，关键的两分，对，压压对手的气势，大家没有把握打，及时的到外面守地守，然后攻的时候呢，下顺之后。还是比较清楚的。再来看一下阿布杜这球，这球啊，篮下本来应该去扑一下的这个防守人啊，去，哎，延续低位移动，移动外线有接应，我们看啊，漂亮，漂亮，所说的低位进攻吸引人包夹，小川习惯的从零度角，跳，这球啊，重心没了，还不错，但是他没有接，控制住了。